这女人憋太久了，身上就会有三个特征，你知道是哪三个特征吗？第一呢，就是憋太久的女人啊，她们总是在夜里边难以入睡，得不到满足和滋润呢，她们就会非常的孤独寂寞，容易导致她脾气暴躁，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学会打扮或者是穿着会比较暴露，露胸、露背、露大腿，那就说明啊，她特别想要吸引异性的注意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会变得比较主动，她们会主动的去搭讪男人，特别是当遇到男人挑逗她的时候呀，她会主动的贴上去。这会儿你们明白了吧？如果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女人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这里呀，有一个重点，想要让女人满意你、离不开你呢，你一定要注重自己身上的味道，因为啊，女人对香香甜甜的味道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。给你们推荐一款专门为男士设计的古龙香水皂，你呢，可以用它来洗头、洗脸、洗澡都是可以的，成分温和，洗完澡呢，全身清爽又不紧绷，而且呀，它还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水。这个香水呢，可以让大家的感情迅速升温，你刚靠近一点点，他就闻到了香味，你说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呢？现在呢，厂家也在做活动，我觉得每个男生呢，至少都要备上个4-5块，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